講呢啲，我仔咁大犧牲，你有咩表示先？喂 ，Gabby 啊，得唔得人幫我紋身啊？哦，你幫碧行紋緊啊，唔緊要，有冇期啊？哦，一年之後，好啊，我跟張家輝，冇問題。一年之後你再嚟揾我，到時我實靚過你啊！咁啦，荣，你今日生日，我笑下啦。之前有啲咩唔开心嘅，咪咁我就 delete 咗佢咯。明天会更好啊嘛。你头先讲咩？哦 ，OK。阿荣，你今日生日啊嘛，唔好咁啦，笑下啦。之前有啲乜嘢唔开心嘅，咪咁我就 delete 咗佢咯。明天会更好啊嘛。